最佳的乘客，现在的两位人气助理有请重新。各位嘉宾，那我们再次以最热烈掌声祝福这对新人，心心相印，良缘设定，才子佳人，美满良缘。
现在有请新人要向各位嘉宾敬酒，我们也请所有的嘉宾亲友把面前的酒杯斟满，那我们和主播们一起举杯献上我们最真挚的祝福，那我们一起来干杯。非常感谢各位来宾分享着结婚喜庆度过美好的时光，我们恭请新人将香槟酒慢慢注入象征浪漫缤纷的爱情树中。爱情树的灯光随之亮起，如同携手灌溉两人长长久久盛开的爱情。愿在新建立的家庭生活美满又幸福。各位嘉宾，那我们热烈掌声祝福正在新人。接下来由寒暄国际加饭店为新人准备祝福蛋糕，我们恭请新人切下这充满爱与的幸福的甜蜜蛋糕，同时也为他们小两口画下爱的誓约。各位嘉宾亲友，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掌声祝福这对新人，永远如蜜糖般甜蜜，如钻石般永恒，如黄金般灿烂的爱情。我们请新人向各位嘉宾及亲友谢一鞠躬，恭请新人入座。
请彼此深爱的承诺。接着我们请第三位周翔戴上戒指，作为你爱的象征。未来的日子，无论欢笑或哭泣，健康或疾病，我们都要同心同力分担分享。那我们现在送出你们的戒指。现在请新郎新娘亲吻，用嘉宾让我们在这里热烈掌声祝福他们。我们先请新郎入座。谢谢。
真的好美哦，这个啊，在哪里？小燕子。大家。